大家好，我是旅游作者大龙，我参加了西瓜平台的冬日打卡挑战，跟我一起冬游老君山吧。这不就是神仙住的地方吗？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老君山古号警示山，意在集八百里伏牛美景于一世之一。这里也坐落于秦岭余脉，自春秋时期就被公认为是道教始祖老子归隐修炼之地，使之成为道源和祖庭。老子千里迢迢辗转东西，择其风水宝地啊，成就千古之师，也成就了这名山佳水。现存庙宇中啊，位于顶峰的老君庙规模最大，素有南有武当金顶，北有老君铁顶之称。由于海拔2200多米，每当冬季来临呐，这里就现雾凇景观，玉树琼枝，美如画。春秋时期啊，孔子曾不辞劳苦从鲁国来洛邑问礼于老子，至今洛阳老城啊，有一条叫东通巷的地方，仍保存有孔子入周问礼乐于此的石碑一通，这千古之谜啊，给后人无尽的遐想。有朋友洛阳来，重上老君山，既有老君山，何须五岳攀？这个冬季，你要不要来此仙游一次呢？